银耳和白木耳的区别。银耳实际上就是白木耳，因为银耳也被称为白木耳、雪耳等等。银耳是由石鱼片薄而多褶皱的扁平型半片组成，银耳籽实体纯白至乳白色，一般呈菊花状或鸡冠状，柔软洁白，半透明，富有弹性，形似菊花形、牡丹形或绣球形，干后收缩角质，硬而脆，白色或米黄色。夏秋季生于阔叶树腐木上，野生银耳数量稀少，在古代属于名贵补品，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来，古田银耳由于人工栽培技术的成功，使银耳走向了千家万户。